您要不要挑战一下交往？可以。小妮膨胀了，这位大哥，你教小妮一点。爷爷您多大岁数？年岁六十多岁了。六十多。六十多了。爷爷您教教我们先，给他点技巧。给他点技巧。哦，他手是从这儿伸进去。哦，伸进去了。嗯。哎，你看。拽了。爷爷不是爷爷救我。爷爷你不要这么狠嘛。看到了没，他揪你袖子抓你这个。我也揪你袖子。爷爷对不起啊。你手短。小妮不着。小妮手有点短。小妮完了完了完完。下盘摁住了。小妮别慌。别。哎呦。向爷爷求饶。谢谢。还没完事儿就谢。这就三百诺了又。来爷爷不用客气了。来学一招。抠住这儿。你汗都下来了。急了，哎呀，你看他的汗噼里啪啦的。你要体力不行了就结束哈，别受伤了。哦，先拽底他，然后再去找他的薄弱点，找他的薄弱点啊。啊！先把你，谢谢爷爷。我们也得学一招。哦呦，这猫着猫着。我感觉他杀气很重，拿出点气势，哪怕输也输得像个汉子。走。对，用劲儿！哎呦，我的妈！用劲儿！小妮腿太难了，太难了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至少输得很有尊严，很有尊严，很有尊严。输在交往之下，你就是亚军。